李时珍历经26年，终于完成了《本草纲目》这部经典医书。《本草纲目》在中医来讲，它是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的典籍。跟我们的传统水煎药相比，科学中药有什么特色呢？那科学中药跟水药最大的差别是，它是方便的，它就是一包一包的药粉，撕开倒到嘴巴，加一点温开水喝了就好了。让我们一起看中医，守护您的健康。